场了，好戏登场了，哎，咱该亮嗓了，对，说半唱不亮绝活，你该鼓掌了，对。是谁？嘿嘿，南郭先生，岳氏他
太尉。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低调低调啊！你以为我是谁？你以为我是那个滥竽充数被皇上免去爵位的那个南郭？你错了，那是过去了。现在皇上要搞群英大会，广招文艺能人进行 PK， 我负责昭告天下，我把能人选入宫内，哈哈，那我就是皇上身边的啥呀？红人了呗。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我说小的们，有，我这告示都贴出这么大半天了，咋就还没有人来给我 PK 了呢？老爷，老爷，那告示啊是让人看的，这形势是有局限的，不如来点花样，省点带电的。啥意思？拿出你的看家本领。什么玩意？吆喝着，我唱一段呗。那你回去把我那个苹果舞给我拿来。啥？苹果舞？什么耳朵？还苹果？还苹果六呢？苹果，就是我的那个神鼓啊，神鼓啊！求去。好嘞，拿来。我今天不露一手，你真不知道我南国啥意思呢？来，老爷，哎，来了，来，小弟们，给我操练起来呀！嘿，嘿，嘿，嘿。把门关，十家大门九家锁，还有一家门没关。烧香打鼓啊，把神儿搬呐，哎哎哎哎哎呀！老爷，不能唱这词儿啊！闭嘴！我知道。我妈刚刚在，我妈刚刚在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我妈刚刚在。南来的，北往的，赶集的，赶场的，上农村的，去工厂的，赶干的，赶闯的，想要成名。有机会登场的，赶紧来报名啊！哎哎哎哎哎呀！我妈刚刚在，我妈刚刚在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我妈刚刚在。耶！哎，停停停停！别动别动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！哎呀，太别致了！这是快要过年了，跟大伙要红包呢吧？这什么玩意儿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懂别瞎说啊！我这叫艺术造型。南瓜先生啊？南郭先生？南瓜先生吗？南郭先生。对呀，我是说南瓜先生。南瓜先生。不是你们都干啥的？磕磕巴巴，你们都来干啥的了？大人，我们是看了皇榜前来 PK 的。对呀、啊、，PK 来了。啊，你们是来 PK 的？哎，对对。不早说，整误会了。马上排队进行 PK。好嘞。我先来。哎呀呀呀，你还要先来一个？瞅你长那样，有刚出没刚高。除了臀部都是腰，你还要来？你说谁呢？你啊？你说谁呢？小刘，小刘，别生气！你靠边吧，你！你瞅着你，你磕磕巴巴的，你还老埋汰我！我会的东西老多了，说出来吓死你！夫人驾到！夫人来了！夫人，夫人来！夫人来！哎，哎妈呀！干啥？老爷，你夫人，不用不用，夫人干啥呢？这么大个事儿也不通知我一声，你还想不想过年了啊？你看我为寻思等到决赛的时候我再回再找你，就赶趟了吧。决赛时候再找我？对呀、啊。给皇上选节目没有我把关，你能行啊你啊？整不好皇上要你狗命。是是是是是是是，夫人索然即是，快点请坐，夫人。夫人呐，哎呀，老爷，干啥呢？这些人瞅着你说你干啥呢？你们都啥瞅啥呢？还不见过夫人？哎，见过夫人，免了吧。哎，谢夫人。都瞅啥呢？你们呢？赶紧演呐！演呐！演。好嘞，我先来一个。哎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那什么？我不是东西。啥？你不是东西？啊，我不是东西啊！我不是东西，什么才不是东西呢？那你是
什么玩意儿？就是啊。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怎么的了？哎，问人有问什么玩意儿的？人家我是来参加破科来了。哎呦呦，还破科！你上没上过书？念没念过小？哎，去！你上没上过学？念没念过书？那叫 PK。对，那叫 PK。还说那口条还批评我批你，对，你就批你，批你！哎呀妈呀，干啥？你纯的完蛋样！夫人呐，哎呀妈呀，吓完了，夫人呐！喊啥呀？啊？反而来你们了呢？还有你，他就批我，你说磕巴巴就是你声大，喊啥？他就批的，批我。夫人息怒啊！哟，你也是来 PK 的？哎呀，正是啊！这小公子长得不错嘛！谢夫人，你先来吧。哎呀，多谢夫人！我先来，干哈？你先来。谁先来？快点来，快点！我先来，那你就来吧。好好说话，你俩，好好说。那什么，大老爷，我先来一个，但是我需要县长谁拉板胡跟我配合一个。板胡是吧？谁会？谁会跟我合作一个？我会。那来，给整。不给你整。对。哎呀，还反了你了，还不给我整了？来，你给我整一个来。好嘞，来，家伙事给他拿过来，给我拿药去。那就谢大人，谢夫人，那我就给你来一段评剧，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。怎么了？我那意思吧，我不是想袭击你。怎么了？我你看我唱我不会唱，但是那什么我会武功，我会翻。哦，你会翻呐？对。你早说会翻呢，我都准备上了。你会翻，夫人，别害怕。他说他会翻。翻两个。哎，对，你不会翻。这把我吓的。讨厌你，今天让你翻个够。来，听好口令，穿上野家衣，戴上野家帽，给野翻两个。爷，您就请好吧，您呢？来，准走着，来，好！哎呀妈！哎呀，这样会翻译。好，全好！好了，停！好什么好？好什么好？大人，这不就耍猴的吗？这不是？哎呀，瞅着，
哎，说哪首好点？说说你呢？对，说你呢？说城里磕巴，你懂不懂？这叫绝活！哎，夫人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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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夫人呐，就这还好呢？就是，就这在平地翻，这都算啥呀？啊，这跟我小哥比，那都是皮毛。人家我小哥人能从空中往下翻，尸体落地呀！啥？什么尸体落地？是说错了，说错了，直体落地呀！对对对，直体落地。小哥，快给夫人表演一个，上那儿，快快快，拔点，夫人看。家小心啊！告诉你，别崩身上血啊！哎呀呀，老爷夫人别怕，老爷夫人，今天为了进宫给皇上表演，今天我豁出去了。哎呀，还要麻烦老爷夫人各位给我数三个数啊！啊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走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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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哎呀，怎么样，老爷？太好了！哎呀，谢夫人，谢老爷。来来来，去去去，好什么好，夫人？这好什么好？这武林大会选盟主呢？这是啊，就是这。说好什么？再说你给皇上演出，那你翻天上去，那皇上还得上天去看你们去吗？对，夫人，老爷，那起码你得会唱两声啊。那你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会呀？哎呀，小生不才，正有此意。哎呀，老爷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跟夫人合来一个，您看。跟谁？跟夫人。我呸！老爷，你还跟夫人？老爷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夫人能跟你俩唱？你咋想的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老爷，什么不行？哎呀，啊！夫人，你看我唱的不行吗？行行行，你唱的太行了。不行啊！我可告诉你，想当年我也是个名角，人送外号我是关东大妈雷子。哎呀，笑什么笑？那叫关东一声雷，滚！哎，夫人，咱俩给朋友们来段嗨歌，你看。行，那咱俩就嗨起来。来，音乐 ，music， come on， 来，来摇起来，哎。夫人舞姿还不错，身段好呢。忙全在，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什么阻挡着未来？猫存在，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第一来，就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啥呀，你磕磕巴巴，你吵吵巴火的，就是人家叫穿越。对，这叫穿越。穿越，来，穿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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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、大人的，他俩进个这瞎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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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瞎多流行啊，这叫现代穿越，古今穿越，皇上听了指定喜欢。有道理，大人，小娘子说的对呀、啊、古典的我也会呀、啊、哎呀呀，古典你还会呀、哎、古典我也会呀。我接下来我抑制不住我的情绪，我得宣布个事儿啊！今天所有的节目全部进皇宫给皇上演出。哎，南国大人，南国大人，我还没演呢。哎呀，哎呀妈！
公都得给皇上吓死。去，你可靠边吧你啊！过边去。小胖眼，哎，你给我好好演着。谢南哥大人。好。接下来我给大家来一段京剧，来，有请音乐。谢老爷，谢夫人，谢谢。哎呦我的妈，今天的节目实在是太好了啊，这真是群英荟萃，各路 PK 呀、啊、真正的艺术在民间呐、啊、令南郭大人我敬佩敬佩呀、啊、南郭大人、哎、那你看今天咱们这些节目全部进攻。好、啊、大人呢、啊、我还有一个绝活没演呢。你磕巴巴演啥呀？过年了，我得跟我大哥吹一段唢呐，给大伙助助兴啊。对对对，行，那咱们就操练起来。好，对，操练起来呀。他的将军我真想把他斩。
是我呀，心不由口，口不由心呐、啊，芳心已乱，乱了方寸，咱也下不了狠心呐、啊。晚会的排练现场，我是他们的排练舞蹈老师，我的名字叫徐海燕。现在我宣布，舞蹈排练到此结束。耶！你们几个留下啊！老师，什么事啊？一会儿啊，咱还继续排练二人转《大西厢》。二呢？辛苦了吧？都挺累的哈。喂，哪位？老师啊。大福，大福啊！自从你跟我学二人转之后，你都一年多没给我打电话了。听说你去加拿大了？我现在就在加拿大呀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不混出个人样来，不会来见您。快点回来吧，咱家乡人呢都挺想你的。马上就到。那太好了。老师、啊，哎呦！你吓我一跳！吓一跳？你跳多高啊？你咋这么快就到了？我就是坐省九八号到的。学会耍贫嘴了哈！再说一年多没见，你咋还变样了？哎呀，老师，这话就没办法说了啊！人生苦短，必须勇敢。哎呀，你还性感呢？那呗，我可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。哎呀妈呀，真爆胎了！快叫救护车呀！快叫救护车呀！哎呀，等，这个病啊，老师啊，我会治。这病你会治啊？你怎么治啊？这个病吧，首先得做什么呢？人工呼吸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我想紧急抢救啊！我看一下小洞，姐妹们上！别的了，算了算了，姑娘们，算了算了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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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福啊！你看那老师是不是好了耶？大福啊，你可太能逗了！必须的。唱下庄的不会逗，台上台下逗得难受。我刚才是饿着肠子，来一个现场的脱口秀，观众朋友们，掌声伺候。哟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像个唱二人转的好手啊！来来来，大福过来，这边看看。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几位呢就是你的小师妹。师兄好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
走遍天南海北，还是咱长春的姑娘，观众朋友们，最美。姑娘们，露一手。好嘞。哎呀，停，停。老师啊，这个实在是太好了，美吧？哎呦，美的不得了啊！哎呦，师哥给你们敬个礼，免了。那给你们鞠躬了，算了，这个不要了。那给你们作揖了，得了吧！哎呦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，大福。没事吧？你见着我，还行。那给你们磕头，那就不用了。谁给你磕头呢？我系鞋带呢。大福啊，来来过来，别闹了，别闹了啊！来，老师问你，你说你去加拿大啊，都走一年多了，我也不知道你在那面发展怎么样。哎，从哪到那面之后，做啥工作呀？哎呦，老师，收获怎么样啊？身体好吗？哎呦，吃的怎么样啊？当老师，当的时候本来就是老外呀、啊，你一口气问我十万个为什么，你的身家我先说哪一个呢？该说的呀，你都说。那我都说了，那就是大鼻子他爹了。咋讲啊？老鼻子啦。这话你都会呀、啊？爱人在口嘛。老师啊，不过我有个要求呀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是我，老师啊，您是唱二人转的大西道帽的，我是唱二人转小曲小调的。对，如果今天是要给你汇报的，那咱几个是从唱着唠的。没问题，那咱就唱着唠。好嘞。穿新大服回家乡啊，一年多没音信叫我挂新房啊。一问你在国外生活好不好，二问你在他乡身体可安康啊，三问你为什么不给我通信，四问你老师你别叫忙，听我慢慢讲。大福娃迎新春，匆匆回家乡，在国外一切顺利，生活还不错，只是吃的没有咱长春饭菜香。牙口好啊，胃口好啊，叫我身体倍儿棒，不同心只是我呀工作实在忙。都忙啥呀？跟你学会了二人转，我有一个梦想，让东北家乡一休四海把名扬。那一天我走进歌舞道剧场，亮开嗓门来一段单口大西厢。一轮明月呀，照西厢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在国外唱大西厢，反应咋样啊？想到唱完之后台下没声响，吃冰糕喝凉水我心里着发凉。嗨，傻小子薛良看我全凭火力壮，你要是不鼓掌我接着往下唱。还唱啊？我刚要开口唱，猛听掌声响，有的喊有的唱，就像发了狂。最可笑的有些姑娘愣往台上上，又是亲又是抱，我难断又难防。耶！快快快起来起来，累够呛了。大福啊，那照你这么说，咱东北的二人转在国外是一炮打响了？贼响啊，杠杠的，咔咔的。太好了！好什么好啊，老师啊！这热水大麻烦来了，知道不？什么麻烦呢？哎呦，那边的人知道说什么吗？说什么 ？Hey man, 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Come on, bring them over. 就是他们要说，
如果东北的二人转这么美这么浪、啊、为什么不在这旮瘩来唱一唱？哦，这个好办呢，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排练新节目，把咱们东北的二人转送出国门。好，徒弟们上台。你干什么玩？你这胖妞呢？回来！站！不好意思啊，小孩不懂事儿啊。我们姑娘没有那么小气。大福啊，这都是谁呀？这都是我的养徒弟呀、啊。哇，你都收徒弟了？没办法了，软帽硬泡的，又哭又尿的，有还得有说不熟就上吊的。立正！ Yes sir。给奶奶磕头啊，师奶。快点，奶奶好！我的妈呀，错了，不叫奶奶，叫师奶。师奶，对，师奶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是不好意思。大福，他们不懂，来给他们解释一下。这样吧，师奶就是你们师父的女师父。哦，那是师母。对了，师母。We want kiss. We want kiss.哎，不要了，不是他们开玩笑呢，差味儿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福都别闹了啊！看来呀，你们呢也特别喜欢我们东北的二人转，那就这样，今天我破例就收下你们这些徒弟。不是，是徒孙。对，是徒孙。传四海，盛世新春歌飞扬。好听又好看，东北爱人转，开心又解乏，东北爱人转，唱歌伴舞绝，东北爱人转，千军万马两个人。Yeah!
的主。